人性在绝路的时候都会一览无遗的显露出来。最近韩国出了一部全世界都在讨论的影剧《鱿鱼游戏》，新闻媒体、影评家、隔壁邻居，相信你已经被这部影集的话题洗脑了。今天就要帮你统整出你没有发现的《鱿鱼游戏》细节跟彩蛋。병신걸렸네第九，游戏画在墙壁上。参加游戏的人一头雾水，被放在这个大空间，不知道自己要玩什么游戏。但其实早在一开始，玩家其实可以提前知道未来会玩到什么游戏。一开始他们都被放到这个休息区，里面有一堆双层床，墙壁上有一些图案。当过关的人数越来越少，床铺也越来越少的时候，可以发现图案都是玩家们会玩到的游戏。第一关木头人，第二关碰糖，第三关拔河，第四关弹珠，第五关过垫脚石桥，最后一关鱿鱼游戏。影集本身充满了线索，到最后都会一一曝光。其中一个就是游戏主持人吴一南，自己也是玩家之一。第八，一男的号码。这位背后大 boss 一男的玩家号码是一号，第一位参加的玩家，而男主角陈其勋则是最后一个号码456号。整部影集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怎么慢慢玩到最后，赢了这场游戏，得到了这笔奖金。最后跟游戏背后主导人一男面对面，一男的号码一号是象征性的号码，一不仅是代表第一名，也是所有一切的起头，更代表他是背后操控一切的人。在第五集，卧底警方找到了一间放满资料夹的房间，里面记录所有过去参加过游戏的玩家资料。在他打开2020年资料夹时，第一名玩家资料其实是2号。1号一男的资料没有在里面，因为主控人不需要将自己的资料留底。其他玩家也有陆续表达一男的诡异之处，虽然没有太明显，但如果你再仔细想想，他的条件并不是游戏主要挑选的对象。每个参加游戏的人平均年龄都落在20到40，只有他在里面年纪是最突出，加上他有脑瘤，就算他赢了游戏也不会有太多机会用到这笔钱。另外，一男在每场游戏中都会特别提到自己小时候都有玩过这些游戏，这也间接代表他亲自选这些儿时游戏，而且他还对每个游戏都非常厉害上手。第七，木头人分析。第一关木头人在大家发现被淘汰的人就会失去性命而开始歇斯底里的想要逃跑时，一男却满脸笑容，一脸自信的往大玩偶走去，甚至在玩偶的头还没有转过去时就先停止前进了。他早就知道音乐的歌词，所以根本是赢在起跑点的往前先走。如果你仔细看里面玩偶标记玩家的时候，应该可以看到他不太一样的地方。左右边的玩家被绿光完全包围，但一男的光却比其他人小，应该是他们有特别设定让系统不要瞄准他。如果这个理论合理，也有可能是系统将他周围设定为安全领域，所以离他最近蹲下的女生绿光也跟其他人不太一样。第六，投票。游戏才过了一关，玩家们就决定要民主投票是否要继续闯关，而一男只是最后一个关键，他只有决定游戏要不要继续进行的决定性一票。而他决定放弃游戏，很有可能是因为要让里面这些玩家能自己选择出去后再次回来的话也是自己的选择，这样也能减少他的罪恶。第五，星星。回到第二关碰糖游戏，一男选择了星星的图案，虽然看起来也算是有一个挑战性的图案，但却没有像圆形或是雨伞一样的圆边。你可能会说三角形的图案才是最简单的，但一男最后揭发他参加游戏的目的是为了真正体验游戏，所以在这里他没有选择最简单的三角形，却也没有选择最难的。第四，内斗。第四集内斗发生在夜晚时，一男躲在最上层床铺的角落。那时候尽管背后的主导人有所有的掌控权，但一男一发出停止的声音，他就马上派工作人员进去停止内斗。一男的床也是唯一一张没有被翻倒的床，这也是因为工作人员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第三，拔河。
下一关拔河让主角这个队伍看起来就像是要被送到极乐世界了，但这时候一男却站出来告诉他们要怎么赢得拔河比赛，因为他的指导前面15秒他们简单的赢过了对方。一男的确有好几百次的经验，知道拔河的最好战略，任何有他的队伍都一定会赢。第二，弹珠跟死亡。最后一个一男参加的游戏弹珠游戏也有许多线索，那时候他似乎失忆症刚好发作，并在游戏场地一直在找自己的老家。除了游戏让他回到童年，就连环境也是一样，一栋跟他小时候住的地方一模一样的背景。弹珠游戏这集他讲的话已经不太合逻辑，但是知道结局就会明白他的行为动作都是有理由的，也让观众恍然大悟，这其实都是他在背后操控。游戏最后他终于找到自己的老家，并放弃继续玩游戏，但其实他是要让观众知道这个挑战跟环境都是来自他小时候的记忆。他选择牺牲让奇勋隐藏这场游戏，然后镜头就被带走，但知道结局的人都知道他并没有真的牺牲。如果你仔细看奇勋走出来后的屋子，那时候一男人已经不在那里，但其他被淘汰的人都还在地上。第一，老先生自动退出游戏。这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如果老先生一开始就想玩游戏，为什么要在这里退出？因为下一关是过垫脚石桥，也是最无法预测的游戏。如果他没有选到最后一个号码，那他死亡的几率非常之高，有可能被后面的人推下去。另外他的脑瘤也很可能影响他的记忆力，让他不记得该往哪里走。为了成为最后的大彩蛋，他不能就在这里丧命。不过这些都是来自各方的理论，但在知道结局后，如果再重看一次，就能发现更多影集的细节跟彩蛋。你们还有发现什么其他彩蛋呢？都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喜欢这个影片可以帮我按喜欢和分享，想看更多不要忘记订阅。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